谷翔平资料照，今日美国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大谷翔平加盟天使，明年将以投打二刀流出击。日本媒体日刊现代金正文警告他，来季可能会受到被冷落球团的触身球报复，必须加以提防。文章写道，第一阶段就被打枪，特别是东海岸的球队最有可能报复。文中也引述奋海球团干部说道，一开始就没有要去东海岸的意思，却要求书面资讯，让人觉得有点失礼。假如大谷以指定打击身份登场，投手可能会进攻内角球。日媒点名对上美联的洋基和红袜要注意，同区球队也要特别注意，像游骑兵上季74次触身，太空人70次触身，高居美联前两名，运动家也以61次排名第五，水手53次排第八。相反地，大谷所属的天使44次为美联最少。大谷最终面试球队包括游骑兵、水手，日媒特别点名像是水手放走许多潜力新秀帮大谷增加签约金，最后却遭打枪，由爱生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。